爹，我大媳妇来了。爹，我大媳妇的我身材长得漂亮嘞，咋看咋吃呢。妈，你看你有我们城市可跑啥去了？啥就啥，叫我啥去。男人家，俺这天气热咋啥样的？不叫我啥去，叫我做活把我俺热死。昨天光知道啥，也知不道挣钱，给娃才报了个补习班，俺得要交钱呢。妈说这。你给他挣钱，给他把娃看上，你给他把娃补习班那费也给他一交，啊，俺有事我先走了啊。爷，走路穿下去，路上车多的很。俺娃穷的，俺意思这来才给包里3000块钱，我给俺娃交学费。想吃啥吃，俺不来南京上课还没吃，都吃俺娃拍着。叔，俺姑上次南京那还有我，我想喝。有，这多狠！这不俺娃去，爷俺没有俺娃，我这孩子抬着上娃。爷，俺老儿媳妇就在过来。妈哎，你最近啥都好着么？妈啥都好着，我才结婚，儿子也啥都紧着。你这不是我就啥想要啥就跟妈说。对，妈哎，我给你儿才看上了宝马车，还差6万块钱呢。爷，差6万块钱，妈给你去。哦，全是个啥？妈，只要希望你跟儿好好过日子，高高兴兴的。妈不心疼你，心疼谁？我还是不行。爷爷呀，这两天帮都能饿死了。然后女子几天都不来，提到周三，然后这就想才来。爷爷呀，狗似的性格，4年我的，帮我都整个整个能饿死了，然后不管我了。妈。你把饭吃了吗？我把啥饭吃？谁刚走的？你看你这几天爷咋没有的心一样的？你都这两天连管我都不管我，管我都能饿死了。妈，不是说是我不长脸不过来，你知道俺我也忙得很。俺他婆身体也不好，俺娃上大学，这小的还有我接生，我真的就是没有时间，抽不出时间过来。妈呀，你咋能咋为还学话呢？你看你，3天2头的打鱼浑水，你连来都不来。我还来你问我吃了吗？我拿啥吃？你又不告你质量，又不告拿个钱，又不告厂里做个饭，你光顾你喂，你喂这也不得成，那也不得成，我能成？我不是那只抬举你，我是为了个啥？我是为了你操心你兄弟，叫我头轻些。你这是把我跟你爸撂上不管，光管你喂，媳妇跟我来要钱我都没啥给。妈，你看从我结婚后。我也月月给你钱，下来也零水的那个单位贴没钱，我不是不管你吗？咱家说你给我花的钱呢，你应该不应该？你思量下，你应该跟我花不应该跟我花？我把你从小小抱来，你才多大？把你供给你念书，给你吃喝，把你抬举大，没有这6-7万，你能长成大个人？你能吃了？你都没良心！妈，对你好好，你也别着急，都是我不对，我先给你做饭，先给你做饭去。